嗨，各位电脑朋友，假日午安。现在镜头前面记录的这一颗是枣子了哈。那今天的时间是10月29号星期六。那这一颗的枣子，它的品系叫做春雪蜜枣啊，春雪蜜枣。然后这一颗植栽是我们的小杨医师了哈，小杨医师送的。然后今天特别记录是，去年种吧，我想应该是去年哦，现在十月还是今年，详细的时间可能再查一下哈。但是很确定的是，在今天10月29号，这个春雪蜜枣已经开了很多很多的花。那种植的时间你看，啊，就这样一年左右，在园子里面哈就开满了花，然后。这些花在今年着果的状况会是什么？我知道，因为第一次嘛，第一次栽种。那按照它的吊牌，还有我们的小杨医师的介绍，就是这一款的枣子应该是大啊，然后应该是大又特别啊，所以单一颗枣子的开花挂果的状况，后续哈是我有兴趣的啊，因为。去栽种枣子的经验就是有一些枣子它非常的需要授粉树就比如说某一些枣子它需要在上面嫁接像品系叫做五十枣的当做它的授粉枝条，而且好像是每一年都需要重新的嫁接新的授粉枝条因为它的枣子的果树在生产完之后它会回剪之后重新培育新的结果枝，那相同的授粉枝条它也会重新的嫁接。那我们这一款的枣子是园子里面唯一的一颗因为之前在主园区有一颗枣子后来渐渐的就淘汰了，为什么？来看这里因为像我手上枣子上面难免都有刺，像我目前手碰的地方就是一个细刺非常尖小小的。那园主妈妈常说这个刺也可以给它造成在果园里面工作可能有一些困扰，然后所以呢那些枣子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就从主园区那一边就汰换掉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果实很小，主园区之前就没有像我们这一颗春雪蜜枣就是品系的枣子那么的令人期待。好，那我现在手摸的这一些，你看枝条上面都有细刺那这个品系啦，当然它绝对有值得期待的地方，所以在它今年开花的时候，今天10月29号我就开始做记录。那我看看第一个。会不会着果？第二个着果之后的发育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第三个也顺便记录一下植栽一年左右的生长还蛮快的蛮快的，因为种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洛梨专区，来看一下刚我在灌溉，这是洛梨专区，等于是兼职啦架里这个位置因为它旁边还有十升的洛梨苗准备嫁接。那因为枣子如果真的是栽种之后，以后如果是有机会挂果我们应该也是每一年都会做回剪修整的一个管理了所以种在园子里面它的角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就是记录它开花的样子像这样子小小一个枝条上面开满了花，花还蛮多的。好，简单的记录分享给伊甸园的好朋友，这是我们洛梨专区，也是伊甸园的唯一一颗春雪蜜枣。拜拜。